我是胖丫，胖丫今天来到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。说起泸定县，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吧，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学过一篇课文叫《飞夺泸定桥》，没错，就是这里哦，泸定县。泸定县享有红色名城的美誉，泸定县也是在峡谷中建立的城市，是川西高原高山气候了。泸定县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，有海螺沟、泸定桥。马上进入街道了，可以看到两边的街道非常的干净呀，修的房子的话也是比较多，密密麻麻的。胖丫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泸定县有个泸定桥，所以说很早的时候就想来这个地方看一看，今天终于达到了这个愿望，胖丫心里真的是非常的兴奋激动啊。这里有一个提示，急停急走，限时180秒，不然话会抓拍的哦，因为街道不是很宽阔，如果都停在路中间的话，或者路边的话，可能会引起交通的一个堵塞。在这个地方，胖丫转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，都没有找到一个停车位。这里的停车位的话比较少，公共的停车位很少，有那种地下的停车场，但是很多都是满的。还有价格的话一般是20块钱，还是比较贵的。这里是川藏旅游线的必经之地，所以很多人都会到泸定桥来打卡拍照旅游，纪念一下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那种很震撼的场面。胖丫在这里向先烈致敬，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。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，是红军战士用鲜血换来的，对红军战士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。不忘初心，牢记历史，向红军致敬，向先烈致敬。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，留下一首赞歌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，我歌唱每一条河，袅袅炊烟，小小村落，路上已到这。想爱